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说我成故事。今天同大家讲下湾仔区的鬼故。从历史上面来讲，湾仔区是香港鬼故事传闻之冠。因为在二战期间，湾仔是保卫香港维多利亚城的重要据点。1941年12月22日至24日，日军相继攻破了金马伦峡和马纪仙峡等等的据点，剩余的英军以湾仔卢亚道和船街作为最后的防线，但是都敌不过日本的炮火。当时身为海军船奥的天马舰和维多利亚城被日军炮轰而发生起大火灾。港督投降之后，日军在湾仔进行了入城步操，陆军司令酒井隆在海军司令新建正一陪同之下，向着轩尼诗道列队的日军敬礼。自此香港就进入了3年零8个月的黑暗岁月。伴随着黑暗岁月的来临，湾仔一带亦都被日军用作为不同的用途，例如慰安所、货仓、区政所等等。数之不尽的人都死于非命，慢慢造就了各式各样的灵异故事。由于湾仔鬼故事都比较多的，以后会一一娓娓道来。今天先讲下1964年湾仔活道电话公司大楼的闹鬼事件。据报道讲，活道电话公司大楼在日军侵港的时候曾经作为日军的货仓，有不少入仓爆窃的人被当场枪毙。而在电话公司大楼启用之前，曾经有技工在三楼攀梯装机的时候，赫然发现身旁有一个半身人。技工吓到半死咁滞，当场跌咗落地下。跌咗落地下之后，半身人当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啦。机房里面亦都一个人都冇。技工怕俾人取笑，佢胆小，因此就不敢跟其他人讲关于这件事了。而同年在二楼洗手间里面，有一个文员见到一个白衣男人冲入厕所，他定神望多一望，见到对方得上半身。他后来跟同事提起这件事，发现技工都有相同的经历。他们商量过之后，决定买香烛冥强进行拜祭。拜祭之后，闹鬼事件仍然持续，深夜在机房值班的六个工人仍然会见到半身人出现，有时这个半身人亦都会在厕所出现。他们都说这个鬼魂是一个白衣的男人，国字口面，有大眼睛，言之凿凿地样。机房夜班员工纷纷要求调班，公司为了平息事件，决定请南和师傅作法驱鬼，并且由洋人高层监督巡视。而当时公司拒绝评论，但是记者访问周边居民的时候，他们都说曾经见到南和师傅进入了大楼。那究竟有没有闹鬼呢？就不得而知了。下次我们再跟大家讲下其他故事。